欢迎搭乘2019年8月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全全。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朝鲜近两周四次试射导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朝战略没有变化，美朝谈判在未来几周内可能重启。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韩国同意向美国支付更多军费以抵御朝鲜，朝方就表示相关的对话还没有正式启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七号访问美国国务院，他表示英国新任政府完全有决心在10月31号脱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无论英国以何种方式脱欧，美国都将尊重英国的决定，并希望尽快和英国达成自贸协定。印度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触发印巴关系紧张升温。巴基斯坦决定降级和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中断两国的双边贸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下令军队保持警戒状态，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就目前香港局势七号在深圳举行座谈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表示，持续60天的反修例风波越闹越大，让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正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研判事件部署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风力达到16级，而且在不断增强。预计利奇马今天下半天开始给台湾带来狂风暴雨，10号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两岸都已经做好了防风准备。各位早，今天头条看到，在朝鲜呢近期两周四次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号表示，美国对朝战略没有变化，美朝谈判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就重启。蓬佩奥七号表示，美国对朝政策目标仍然是实现一个全面最终的朝鲜无核化，美朝工作层级谈判可能在未来几周内重启。We are hopeful that in the coming weeks we'll get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o achieve that.We watch the actions that they're taking, the action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side of North Korea, and we are mindful that when we came in, there was nuclear testing taking place. That has not occurred. There aren't long-range missiles being fired. Those are both good things. Now the task is for us to deliver on what the two leaders agreed to back in June of last year.In Singapore. 蓬佩奥上周在泰国曼谷出席了东盟地区相关会议。原本美国政府希望借东盟会议与朝鲜官员进行对话，但朝鲜外相李永浩并没有出席东盟会议，令美方感到失望。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凌晨观摩了新型战术导弹发射，并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在进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适当警告。正在东北亚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对朝鲜在最近一次试射中使用了新型导弹表示关切，但艾斯珀称，为了维护美朝无核化谈判的努力，美军不会过度反应。艾斯珀还指出，为了让美朝外交对话大门敞开，美国与韩国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已经缩小了规模，但美韩两军将会维持战备能力。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仍然认为朝鲜政府没有在无核化问题上采取任何具有实质性的举措，因此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将会按部就班。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国务院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韩国同意向美国支付更多的军费以抵御朝鲜，那相关对话已经启动。但韩国方面当天表示呢，对话还没有正式启动。特朗普七号早上发推称，韩国已经同意向美国支付更多的钱，以便抵御朝鲜。特朗普称，过去几十年来，韩国付给美国的钱很少，但去年应他的要求，韩国付给美国9.9亿美元。特朗普还透露，就韩国进一步增加军费的会谈已经开始。韩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现在感到有义务为美国提供的军事防御做贡献。South Korea and I have made a deal. They've agreed to pay a lot more mone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know, we've got 32,000 soldiers on South Korean soil, and we've been helping them for about 82 years, and we get.Nothing. We get virtually nothing. And South Korea, and I have made a deal where they're paying a lot more money, and they're going to pay a lot more money.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good one.
But I felt all along, I felt for years it was a very unfair one. 然而韩国外交部七号表示，同美国就军费分摊的谈判尚未正式启动，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月访韩期间，两国官员一致同意谈判将以理性和公平的方式进行。韩国和美国在今年三月签署了一项协议，韩国将增加向美国支付军费。韩国2018年支付美国8.5亿美元，2019年将增加到9.24亿美元。当被问及特朗普的推文和协议数字不符时，白宫表示将进行调查。凤凰卫视王佑佑、陈一秋华盛顿报道。好，相关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宋中平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宋先生早。今天早。我们看到朝鲜最近在两周已经四次进行导弹试射了，但美国表现还是比较克制的，说对朝鲜战略没有变化。您觉得特朗普政府如此忍让有什么样的考量？我觉得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他并不是所谓的忍让，实际上他就是为了选票。其实咱们刚才的新闻片里面已经指出，那么特朗普在韩国是否分担更多这种防务军费的问题上，你看他是谎话连篇呀。他说现在韩国已经同意了增加这种驻军的费用，而且从10亿美元要提升到50亿美元。这实际上都表明现在特朗普一切为了选举，一切为了选票。包括你像朝鲜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实际上朝鲜在进行各种导弹武器试验，尤其是新型战役战术导弹武器试验的时候，是出于技术的需要。但是由于美韩在进行军演，所以朝鲜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演习的过程中，美国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指责。美国现在保持对朝鲜适度的亲情政策，恰恰是希望了能够在朝鲜问题上为特朗普的选举加分，这就是特朗普所希望做的目标。那么现在距离美国大选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如果和朝鲜达成了某个协议，甚至签了某个协议，反而是不符合特朗普的实际利益。因为无论你签什么样的协议，在美国国内其实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包括究竟是分阶段契合还是一揽子契合，这些东西都存在重大的问题。所以特朗普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朝鲜半岛问题，只要我保持适度的温情，只要朝鲜领导人和我的私人关系比较好，这就为明年的大选来极大的加分，并不需要一个结果，只需要一个预期，这个预期会比结果更有利于特朗普的选举，这就是他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朝鲜怎么进行导弹武器的试验、火箭炮武器的试验，那么特朗普呢不会指责。包括你像博尔顿也好、蓬佩奥也好，这些鹰派人物其实也不指责。不指责的主要目的都是在帮助特朗普明年大选来最终取得一定的成果。那么特朗普其实也在忽悠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只有我能够当选才能够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是这一届我解决不了，得到下一届，毕竟我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这恰恰是特朗普的一种选战的一种策略罢了。全全。嗯，好的，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有环球聚焦，一会儿见。来关注到英国方面，到访美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七号表示，英国的新任政府呢完全有决心在10月31号脱欧，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无论英国以何种方式脱欧，美国都会尊重英国的决定，并且希望尽快和英国达成自贸协定。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上任后展开对美国的首次正式访问，他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七号举行联合记者会。拉布表示，英国政府有决心在10月底脱欧，并希望与美国尽快签署自贸协定。This government, this cabinet is absolutely resolved, determined to leave the EU by the end of October. We will stay good friends and good neighbors with our European partners.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again that he wants an ambiti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K. So I hope we can make that happen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we leave the EU on the 31st of October. 蓬佩奥称，无论英国最终有协议还是无协议脱离欧盟，美国都支持英国的决定，美国也准备好尽快与英国签署自贸协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如果美国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两国贸易额将会翻3到5倍。We support the United Kingdom's sovereign choice, however Brexit ultimately shakes out, and we'll be on the doorstep, pen in hand, ready to sign a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另外，蓬佩奥还谈到，选择武器供应商是英国的主权决定，但美国相信英国将会选择价值观相同的供应商。We also talked about the key issue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s decision, sovereign decision about who will build its 5G infrastructure. We hope that they will put in place criteria for vendors that uphold our shared values,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That they will do so.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表示，他并不相信不顾一切脱欧并且没有谈判筹码的英国能够在脱欧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与欧洲相比，英国对美国的贡献更小，美国很难在谈判中向英国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好，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消息。大家一直在讨论呢，英国如果一旦硬脱欧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有多么的不堪设想呢？英国人民可能会吃不上新鲜食物了。来关注到英国餐饮业界最近警告说，如果10月31号英国一旦硬脱欧的话，可能会出现几周甚至长达几个月的新鲜食品的短缺，因为这些载着新鲜食品的这个货柜或者是说这种集装箱船呢，将会滞留在英国的港口，可能到里面的食物完全都已经腐坏了，都没法顺利的进入英国，那倒是势必呢，英国国内的新鲜食品价格会上涨，而且食品会短缺，情况将会很难想象。好，我们关注到，但是英国现在正在为硬脱欧来做准备的相关官员就表示说呢，有信心食品的供应是有弹性的，可以给英国老百姓广泛的食品选择。好，来看其他消息。美俄中导条约失效，国际社会忧心忡忡，那尤其是地缘政治危妙的欧洲更是反应强烈。德国就表示说，大国之间需要达成新的裁军和军控协议。在经过了6个月的过渡期之后，美俄两国在1987年签订的双边裁军条约中等导弹条约于本月初正式失效。国际社会对此表示非常的担忧，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则认为，随着中导条约的失效，支持欧洲安全结构的重要支柱之一也随之消失。中程导弹条约是冷战后期美苏双方签署的一项重要协议，而对于地缘位置微妙的欧洲而言，有着重大的安全意义。因此，德国外长马斯也表示，大国之间需要达成裁军和军控的协议，以避免新的核军备竞赛。Der INF-Vertrag regelt ja sogenannte Mittelstreckenraketen.Zwischen 500 und 5500 Kilometer Reichweite und mit dem neuen Typ von Marschflugkörper, den Russland jetzt entwickelt hat, kann Russland alle europäischen Städte mit der Ausnahme von Lissabon erreichen. Die zentrale Frage ist eines konventionellen Angriffs in Europa, im Baltikum, in der Schwarzmeerregion. Wird Washington dann eingreifen?马斯还向美俄两国喊话，希望双方续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为未来商议军备控制措施争取时间。马斯还说，像中国这样的核大国也必须承担起裁军的责任。The US has stated many times that they have terminated the agreement because of Russia. But the underlying message here is that it's also partly about China, of course, because China has never been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een China practicing a much more aggressiv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o I think this is the actual reason for the US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to be able to set something against China.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印度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触发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升温。而巴基斯坦呢，7号决定降级和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驱逐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并且中断两国双边贸易，以及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同政府及军方主要官员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地区局势，决定降低同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中断两国的双边贸易。伊姆兰汗又下令军队保持警戒状态，并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克什米尔局势。外长库雷西出席议会会议，宣布相关决定。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ndia. हमने फैसला किया है और हम सस्पेंड कर रहे हैं bilateral trade
with India。议会其后通过声明谴责印度，强调印度不能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地位。巴基斯坦外交部当晚也发表声明，正式驱逐印度驻巴高级专员，并召回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多个团体也发起示威抗议。印度政府日前决定废除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其中一项影响是解除其他地区民众移居到当地的限制，意味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人口结构可能会改变。有印度前外交官员表示，巴基斯坦将外交关系降级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又指印度早前因克什米尔地区争议升温，撤销了巴方的最惠国待遇，并向巴方货品加征200%关税，巴方中断双边贸易只会对自身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印度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恐袭风险增加为理由，早前向当地增兵28000人，并截断当地的通信和互联网服务，士兵在街上严密布防，大批外来民众已经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回应近期国内接连发生的枪击案，他否认自己的言行鼓吹了暴力，那指呢批评者是有政治目的，又重申他反对所有的仇恨主义。So my critics are political people. They're trying to make points. In many cases, they're running for president and they're very low in the polls.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rise of any group of hate. I don't like it. Any group of hate, I am, whether it's white supremacy, whether it's any other kind of supremacy, whether it's Antifa, whether it's any group of hate,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and I'll do something about it.特朗普当天和夫人梅拉尼亚先后抵达日前发生枪击案的俄亥俄州戴顿市和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探望伤者和受影响的社区。特朗普表示，他支持加强对持枪者的背景审查，阻止枪支落入精神病患者和仇恨主义者的手中，又指共和民主两党在国会已经达成了很强的共识，将会立法加强对持枪者的背景审查以及实施更多限制。美国近期呢是连续发生致命枪击案，时值民主党人争夺总统竞选提名人之际，那枪案如何成为政治攻击的？我们来看今天的解构新闻。欢迎收看解构新闻，我是蒋晓峰。美国最近是枪声不断，德克萨斯的惨案呢，枪手持长枪突袭了一个市场，对人群无差别的扫射是22人死亡。在美国的枪案史上呢，这一起枪击案它的伤亡只能排在第8位，而排在前面呢就包括了2017年在拉斯维加斯音乐会上的枪击案呢，是58人丧命啊，500多人受伤，是美国现代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大规模枪击案。在2016年呢，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夜店的枪击案呢，总共造成49人丧命。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32人死亡。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呢，26人丧生。2017年的德州教堂的枪案，26人死亡。2018年，在佛罗里达帕克兰高中的枪击案呢，17条人命。今年呢，美国总共发生了4人以上死亡的枪击案呢，是250起；10人以上丧生的枪击案8起。如果是放宽统计的话，今年美国发生了32970多起的枪案啊，8700多人死亡，17270多人受伤。美国总共人口呢是3亿，也就是说是约1/1000的概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就是美国枪击生死的概率。谴责暴力，政治正确。每一次的枪击案呢，其实都是政治抽血的时候啊。坚持拥枪权的共和党和特朗普呢，成为了靶子。德克萨斯州前州长杰布·布什的儿子 George P. Bush 呢，就认为这起案件呢是白人恐怖主义。他曾经在阿富汗打反恐战争，将反恐战和美国的枪击案呢是相提并论。出生于阿尔帕索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呢奥罗克啊，他认为呢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称墨西哥人呢是罪犯，所以奥洛克就说，这不仅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特点，引发了暴力。那么在阿尔帕索和俄亥俄州的戴顿枪击案之后呢，特朗普就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
问题是怎么来治理。他发推特说，如果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合作来推动移民改革的话，他愿意推动加强对拥枪者的背景审查。交易的艺术，本色。我们来看一幅相关漫画。正如刚刚新闻当中所说的，刚刚过去的周末呢，美国是枪声不断，这也引发了各界对于美国社会仇恨问题以及种族主义问题的关注。我们来看到这幅漫画，它的名字叫做《欢迎来到美国》，这是一个怎样的美国呢？我们看到这边，非法移民呢是被边境警察牵在马后面，就像古代的奴隶一样，毫无尊严可言。但是另一边呢，白人至上主义者却手持重型枪械招摇过市，但是却没有人来规管他们。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在美国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家人和律师七号在伊利诺伊州就张莹莹遗体的可能下落及搜寻举行发布会。那根据枪手克里斯滕森的律师提供的资料，张莹莹遗体已经被抛弃到垃圾箱，搜寻工作将会非常困难。在罪犯克里斯滕森的刑事审判之后，张莹莹的家人和律师于7月25号和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的检察官会面。会面中，他们被告知克里斯滕森曾告诉他的律师，在杀害张莹莹后如何处置他的遗体。克里斯滕森称，在2017年6月9号杀害张莹莹后，将他的遗体分别置入三个垃圾袋。次日6月10号，他将这些垃圾袋放入公寓外的垃圾箱中。6月12号，他将张莹莹的私人物品和他试图掩盖谋杀而使用的清洁用品一同装入一个大行李袋中。之后，他开车在香槟厄巴纳地区将行李袋内的物品扔进不同的垃圾箱，最后将行李袋也扔进一个垃圾箱。张莹莹的家人被告知，联邦州和当地执法部门已经查明，张莹莹遇害后，克里斯滕森公寓外第一次垃圾转运的时间是2017年6月12号。垃圾箱中的物品被运送至伊利诺伊州丹维尔附近地区的一处私人垃圾填埋场。在送进填埋场前，箱中物品被压缩了至少2次。由于压缩程序，张莹莹身体残骸的体积可能变得非常非常小。这片填埋场中当时被使用的区域在面积上相当于半个足球场。经查明，在克里斯滕森的律师向联邦检察官透露这个信息的时候，包含张莹莹遗骸的部分可能被覆盖于后来转运来的至少9米的垃圾之下。律师表示，任何找到张莹莹遗骸的尝试都将是复杂且昂贵的，将需要政府的监管和垃圾填埋场主人的配合，并且没有成功的把握。至今搜寻尚未开始，但是张莹莹的家人获悉，当局仍在考虑尝试搜寻张莹莹的遗骸。张莹莹的父亲张荣高表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比找回女儿、带她回家更重要。他们明白这也许不可能了，但只要她的遗骨被发现，他们将回来带她回家，安息在自己的家园。他们还决定按照中国的传统，在美国为她立下一座坟冢，以纪念莹莹。他们正与伊利诺伊大学合作此事。凤凰卫视王佑佑、陈一秋华盛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2019年8月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全全。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朝鲜近2周4次试射导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朝战略没有变化，美朝谈判可能在未来几周内重启。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韩国同意向美国支付更多军费以抵御朝鲜，韩方就表示相关对话尚未正式启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七号访问美国国务院，他表示英国新政府完全有信心在10月31号脱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无论英国以何种方式脱欧，美国将会尊重英国决定，并希望尽快和英国达成自贸协定。印度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触发印巴紧张关系升温。巴基斯坦决定降低和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中断两国双边贸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下令军队保持警戒状态，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介入。
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就目前香港局势七号在深圳举行座谈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表示，持续60天的反修例风波越闹越大，让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正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研判事件，部署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的风力达到16级，而且在不断增强。预计利奇马今天下半天开始会给台湾带来狂风暴雨，10号可能在浙江沿海登陆，两岸都已经做好防风准备。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就目前香港局势七号在深圳举行座谈会。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表示，持续60天的反修例风波越闹越大，让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正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研判事件，部署应对。在深圳出席香港局势座谈会的香港各界代表9点半后陆续入场，550多名出席者，包括有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商各界人士。座谈会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主持。张晓明表示，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中央高度关注香港局势。香港的修例风波已经持续整整60天，越闹越大，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高度关注香港当前局势，并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研判和部署。在闭门会议中，张晓明指出，当前香港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他又告诫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切莫误判形势，不要低估中央政府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按照基本法，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平息各种动乱。他又提出，有人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做出侮辱国旗国徽等行为，严重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对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包括幕后组织策划指挥者的刑事责任。他也强调要挺特首、挺警队，特首林郑月娥抛开个人荣辱，恪尽职守，对香港和国家都有担当，中央对他100%支持。张晓明也表示，目前香港社会最主流的民意是求安宁、求稳定，希望尽快恢复香港的正常秩序。香港不能再乱下去，是广大市民包括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心声。张晓明也表示，目前香港局势已经到了危机时刻，每个人都面临捍卫一国两制还是纵容部分人摧毁一国两制，守护香港还是看着香港沉沦，高举法治正义旗帜还是向暴力邪恶屈服的重要选择。他呼吁爱国爱港力量要发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凤凰卫视罗云明、雨丹、李庭深深圳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七号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希望落实中央精神提出希望，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止暴制乱，稳控局势。王志民在讲话中指出，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央的重要精神极大增强了爱国爱港阵营的信心，为继续坚定团结守护香港，推动香港形势由乱向治指明了方向。现在这场斗争已经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乱已经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迫切、最强烈的诉求，也是最广泛共识。王志民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坚决止暴制乱，稳控局势。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地挺特首、挺政府，维护特区政府的管制权威，并坚定支持警队果断严正执法，维护香港社会的和谐安宁。王志民并说，希望大家全力组织和参与改善社会氛围、提升社会正能量的各类活动，并做好青年工作，把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与极端暴力分子区别开来，他们客观理性认识当前局势，防止被反对势力利用裹挟。
王志明指出，相信大家一定会带好头，把中央重要精神带回香港，为香港社会携手解决问题创造更大空间，凝聚更强力量，一定会与特区政府和警队一起止暴制乱，共同稳住香港局势，齐心协力推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华社七号发表时评，呼吁香港各界团结一致，止暴制乱。八号出版的《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爱国爱港人士呢要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新华社的时评指，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的底线不断被挑战，呼吁香港各界市民团结一致，用良知、正义、行动守护家园，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让特区再出发。时评指出，目前这场前所未有的暴乱绝非政见分歧，暴和乱如同不受控制的怪兽，正肆无忌惮地袭击着香港，又只以黑色为装束，怯于世人面目的暴徒肆意冲击特区立法机关，把警察作为袭击目标，又非法占据道路，妨碍地铁运行，使市民深受其害。一些人更公然鼓吹港独，悍然打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侮辱国旗国徽，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践踏国家和民族尊严，暴露出颜色革命的狰狞面目。时评强调，香港不能再乱下去，是要安宁还是要动乱，已经成为摆在所有香港市民面前的重要选择，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表示，在这场反修例风暴中，爱国爱港力量无畏无惧挺身而出，是维护法治、反对暴力、恢复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文章指出，广大爱国爱港人士要展现同舟共济的情怀和担当，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抵制暴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法院在民商事审判等环节呢加强工作，配合提升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评比中的排名。在中美贸易战等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下，要吸引更多资本在华来华，就更要提升营商环境的对外观感和切身感受。世界银行发布2019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国列第46位。排名指标中，法律要素占比超过60%。中国最高法表示，已经出台的公司法、破产法等司法解释，创新的审判工作机制，为中国排名的提升做出贡献。以执行合同为例，我们在2019年的世界银行的评估中，总体的这个指标是排名是全球第6，其中直接反映司法程序质量的叫司法程序质量指标，是排名全球第1。那么这个成绩的取得，是由我们此前推行的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比如说立案登记制、司法公开以及智慧法院的建设息息相关的。中国加大对外开放，要对全球更广范围内的商业主体来产生更大的吸引力，那么提升在世行营商环境排名的指标就更为重要。而在这10项排名指标中，有4项与法院的工作息息相关，这也成为中国最高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世行排名包含的执行合同、办理破产、获得信贷、中小投资者保护等指标都与法院判案直接相关，而当中办理破产，中国列全球第61位，中小投资者保护列64位，都被寄予希望能够加快提升。凤凰卫视陈琳、傅托北京报道。台湾东部海域8号凌晨发生里氏6级地震，宜兰、台北和新北等地震感强烈，很多民众呢在睡梦中惊醒。目前没有严重的灾情报告，台北捷运服务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台铁就有部分路线要慢驶或者停运。在台北的万华区，一家旅店外墙在地震中崩塌，碎片掉到路上，有楼房的楼梯被震裂。而在宜兰一家超市，货物散落地上，天花板有支架坠下。地震发生在早上5点28分，震中位于宜兰东南的面大约36公里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2公里。有民众家中的吊灯在地震中不断摇晃，部分住户电力中断，电力公司已经派员检查供电设备，消防等部门也派人到各区勘查。台北捷运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已经完成列车巡查路轨作业，首班车准时于6点发车，而机场捷运就因为检查路轨而延迟发车。
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而且仍然在不断增强。利奇马预计从8号下午的下半天开始，为台湾带来狂风暴雨，并且可能在10号白天在浙江中北部一带的沿海登陆，海峡两岸都已经做好了防风准备。利奇马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朝着台湾东北部海域前进，预计在8号下半天到9号一整天影响台湾最为明显，并将为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带来狂风暴雨。利奇马之后预计将向浙江沿海靠近，10号白天在浙江中北部沿海登陆，但不排除在浙江近海北上的可能。为应对台风逼近，台湾东部的花莲县7号晚已在海岸和港口区划定警戒区，并拉起封锁线。当局也呼吁民众台风来袭期间避免前往海边观浪。而在临近的台东，当局当天也已经加开了6班渡船，把上千名游客从外岛绿岛紧急撤回台东，并为绿岛居民补运物资。在北部的基隆港，渔船也已经陆续驶回岸边，并用绳索固定。海巡人员也在岸检索门口堆起沙包。由于利奇马预计将在浙江沿海登陆，在浙江玉环坎门英东码头，很多船只已经停靠在港口，渔民们都加紧固定渔船转移物资。当局表示，自6号下午5点发出禁港避风通知，截至7号下午2点，玉环已经有200多艘渔船在港，另外100多艘渔船在回港途中或安全水域就近锚泊。在温州市苍南县，禁渔的在港船只也在做好加固防风准备，部分符合8月1号开渔条件在外作业的船只也都接收到归港信号，正在陆续返航当中。在温州平阳县，当地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除渔船归港外，也紧急组织客船撤离沿海南极岛上的游客。现时除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和岛民外，岛上的2400多名游客已经撤离完毕。另一方面，气象部门表示，目前正趋向日本的10号台风罗莎有可能与利奇马产生相互作用，因此也需要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我们请驻台北记者黄家腾来告诉大家。家腾早。好了，全全，各位观众早安，一起来关心今天台北的早报焦点。先来看联合报，标题是利奇马水气充足，不排除会转强台。台湾气象局7号发布了中度台风利奇马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仍在持续增强，预估最快8号上午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首波的警戒区为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台湾气象局也表示，台风最大的风速持续增强中，不排除会升级到中度台风的上限，接近强烈台风。而8号下半天的风势雨势都会开始增强，9号台风会离台湾最近，北台湾有豪雨的可能，中南部的雨势也会快速增加。再来看中国时报，标题是定要把郭台铭拉回来，国民党责无旁贷。为了阻止郭台铭、王金平与柯文哲结盟，国民党是多管齐下，联系了郭台铭与王金平，希望赶快把两个人拉回国民党。有媒体报道，不愿表明身份的蓝军大选操盘人就说，国民党整合过程是无声胜有声，保持乐观，而柯文哲创党营造的高声量只是一时的，柯文哲只能够抢绿营的票，对国民党的选情不构成威胁。唯一担心的是郭柯结盟，明年无论是蓝绿对决或者是韩蔡柯三方对决，只要郭台铭支持谁，谁胜出的机会就会很高。最后来关心台北今天的采访重点，国民党面临党内整合的问题，郭台铭动向未定，传出可能会与柯文哲来合作，前地方院长王金平也拒绝当韩国瑜的副手。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中常会上提醒党员，千万不要忘记韩国瑜是国民党提名的大选参选人，国民党必须要全力帮助韩国瑜，如果有人讲韩国瑜负面的事，要帮忙澄清跟更正。另外，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选在他满100岁这一天发表了他一生的回忆录，其中他在两蒋时期担任侍卫长，这段经历格外引人关注。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等人都会出席祝贺。以上议题后续的政治效应我们都会持续关注，现在把时间交给全全。好的，谢谢嘉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财经消息。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互见，道指从盘中暴跌589点到收盘微跌22点，挽回了560点的损失。投资者仍在关注全球央行的降息潮。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6007点，跌22点，跌幅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7862点，涨29点，涨幅0.3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2883点，涨2点，涨幅0.08%。详情请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美股在周三收盘涨跌不一，道指在盘中一度跌超590点，随后持续反弹，收盘仅下挫约22点。而投资人继续关注全球央行降息潮，在午盘之前，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受到抑制。另外呢，今天避险资产是受到追捧，油价重挫，金价大涨，而同时呢，美债收益率是出现走低的情况，但是尾盘有所回升。而在大盘方面呢，道指今天是几乎是收复了全部的跌势，那么其中是受到了财报表现不佳的拖累，迪士尼股价全天重挫，收盘仍然下跌近5%。另外，摩根大通今天也是跌幅居前，而辉瑞制药、IBM 以及卡特彼勒都是跌势比较明显。与此同时呢，包括可口可乐公司、零售商 Walgreens 以及陶氏杜邦今天是表现不错，尾盘提振道指。标普百指数今天在尾盘转涨，原材料板块、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大盘，而房地产板块及科技板块也都录得比较明显的涨势。受到降息潮的影响呢，金融板块全天领跌大盘，而电讯板块及能源板块也是拖累大盘走低。同时，在录得多日的连跌行情之后，今天科技板块是呈现反弹的趋势。虽然奈飞是盘中一度跌超3.5%，但整体来看呢，其他科技公司在尾盘的表现还是反弹势头比较明显。另外呢，今天整体的芯片股仍然是延续昨日颓势，有一个疲弱的表现，中概股今天涨跌不一。另外，原油期货价格今天重挫4.9%，黄金期货价格收涨2.4%，美元指数全天基本走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尾盘有所回升，目前徘徊至1.72%。另外，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今天是一度逼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所以说，整体来看，市场对未来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还是非常担忧。那么，以上就是星期三美国股市情况。凤凰卫视陈清伟纽约报道。中美贸易纷争周三持续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全球央行呢分别降息，债券收益率普遍重挫走低，引发市场忧虑，经济衰退的周期正在节节逼近。周三新兴经济市场中，泰国、印度与新西兰央行分别的降息动作，引发了欧美财政债券收益率也大幅走低。美国十年长债收益率一度从周二的1.71%下降到1.593%，是自2016年10月份以来最低。实际上，进入8月份以来，美国十年长债收益率已经下降了40个基本点。债券承销商机构投资人认为，如果中美贸易纷争的紧张空气近期不降温的话，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并且不排除美国财政债券收益率也会快速进入负数的可能性。据专家分析，市场央行分别降息的主要动因是因为相信联储会的年内还将大手笔降息。高盛公司市场策略首席专家周三表示，根据目前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多种不定因素，预计联储今年还会再度3次降息。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为了避免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也相继降息，以维持外汇市场稳定。同时，欧元区经济数据显示，德国工业生产近期大幅下降，预期欧元区经济市场也是面临进入衰退期的压力。英国十年长债收益率目前下降了7个基本点，为0.44%的历史新低。德国十年长债收益率则是在-0.588%的低位。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资产额已经达到了15万亿美元的历史记录，体现了全球投资人对经济进入衰退期严重的忧虑心理。凤凰卫视庞哲江广富纽约报道。多国央行周三降息，导致全球投资人的避险心态浓重，推升黄金价格冲上了1500美元一盎司，是自2013年4月以来的最高价位。由于中美贸易纠纷方面的消息近期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导致投资人寻求投资安全避风港，除去引入债券市场之外，也从股票市场撤资转移投入黄金。周三金价冲上1518.60美元一盎司的6年高位，使2019年至今金价升幅高达18%，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4.3%的升幅。而仅8月份，黄金就上升5%，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下降4%。
券商表示，近期金价仍有上升空间。I think gold should be bought on any dips. I think, you know, this rally has just begun. 摩根大通市场专家也认为，目前的金价走势很大程度上是中美贸易纷争升级所导致，并且预期如果贸易战成为持久性，人民币对美元有可能在年底会降到7.5对一美元，更为金价上升奠定基础。There are many geopolitical problems out there, and of course we'd get a pullback if we got a trade deal. That gold prices could hold up and eventually move even higher. 周三的三家新兴经济市场国家央行分别超过市场预期的程度降息的动作，催生国际债券市场价格上升，压抑收益率的现象，也导致了黄金走高。经营黄金商品的证交所可交易基金的基金经理们也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以及市场对目前央行提振经济增长能力和国际货币体系信心减弱，也将会促进金价今后将会持续稳定上升。凤凰卫视庞德江广富纽约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在社交网站发文，指美联储呢必须要以更大的幅度和更快的速度来降息。也有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需要进一步降息。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全球再有三家央行降息，而美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美联储太过骄傲，不愿承认自己的行动太快和收紧政策出现太多错误。特朗普认为，美联储现在就要停止荒谬的量化收紧行动，并以更大幅度、更快速度来降息，使美国能够与其他国家竞争。而今年议息有表决权的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埃文斯表示，单是美国低通胀这项因素已足以支持美联储在上个月减息。而近期的贸易及环球局势发展可能对经济产生更大阻力，因此可能需要再减息。埃文斯又指出，基于风险管理因素，也应该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价格反映，交易员估计美联储下个月是将减息25个基点，而十月再减息25个基点的几率也超过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哥，一会儿见。欢迎回来。七号呢是有中国情人节之称的七夕，在香港有不少情侣和夫妻来到清明上河图3.0数码艺术展度过节日，而相关的文创产品更是成为了受欢迎的节日礼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又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在清明上河图3.0数码艺术香港展的宋朝游乐园展区，工作人员特别展出宋朝人结婚时所穿的礼服，增添节日气氛。今天在展览上，除了工作人员添加了不少七夕的元素之外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都是情侣还有夫妻来到这边参观。在展览相关文创产品的区域，有不少参观者挑选礼物，当中很多都是情侣或夫妻。睇完之后应该会买到啲嘢嘅，希望太太可以中意啦。我哋结婚都成30几年噶啦，咁啊多谢佢啦，梗系要系嘛。咁啊我啱啱开始退休啦嘛，咁啊趁呢个机会又可以就系同佢可以即系希望可以再欢乐啲走下呢家嗰个日子咯。哇，我哋40年啦系嘛，即系大家仲多40年啦系嘛。情人节快乐！大家话吓 ，Yeah, I love you。负责展览文创产品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七夕的消情比平日更好。今日因为七夕咧，嚟夫妻好多夫妻都过嚟啦，咁有啲圆嘅线啦，佢有啲我哋配咗啲红豆喺嗰啲钢印嗰度咧，配卖得特别好。跟住佢例如佢啲利是封啦，同埋佢啲年画同埋啲杯，因为嗰啲杯上边咧写住啲福禄寿喜，嗰度都卖得特别好嘅。清明上河图3.0数码艺术香港展以开放之城为主题，融合艺术文化与科技，将持续到8月25日结束。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来提到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呢，可能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阳光沙滩度假胜地哈，但其实呢，最近几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斐济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脆弱，也越来越频繁的遭遇极端天气。比如在2016年，斐济就遭遇了史上最强的暴风，将岛上的很多村落都夷为平地，损失达到整体 GDP 的1/3。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斐济批评国际社会不作为，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只好自救。怎么自救呢？他们在7号推出了一个新的环保法案，部署了接下来30年的一些环保政策。那其实还是很详细的，比如说规定呢，到2020年元旦起，全岛就要禁用塑料袋了。那到2021年元旦起呢，全岛禁用发泡胶。到2050年的时候呢，要达到碳排放临近碳排放，达到碳中和的状态。那英国的《卫报》就形容说，这可以算是现在世界上最严厉的环保政策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